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青龙。在这里呢是弄一个算是一个小仪式吧，什么小仪式，一活动。朴成老说自己那个200场或者100场俱乐部不给他弄个安排个什么事儿，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特意把朴成叫过来，反正他也说自己没时间硬拽过来，没事你过来吧。这个我现在退役了，他现在还没退呢啊，就是我退役是因为他拿水给我自退役，然后我都知道。然后那个，反正小哥刚来的时候呢，普通话肯定不行。我跟他说个得嘞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现在反正估计中文说的也不错，还行。你能把我您这礼帽子戴上点，尊重我们一下。好，拿着。那个怎么说，在这里就是，反正他也不爱说话，他也不会说话，在这里多说两句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抽奖箱，也是大家对于朴成的一个祝福。然后在这里呢，能抽出三个，让小哥抽出三个人的这种留言，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他的签名衣服，到时候送给大家。来吧，我抽。你只要不打人，抽什么都行。真会挑啊，挑的，你不能挑我少点字了吗？这个是蓝格，写的是还记得以前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，总喜欢带着相机去看训练跟比赛。我说的快不快？拍了好多图，最后成了生日书。我拍了你很多图，然后做了个书，然后给你。不知道飘上还记不记得？估计早不知道扔哪了。然后现在工作忙了，也没什么时间去记录这些了，很遗憾。然后我想说，这样国安死心塌地的球员，你也算死心塌地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家伙应该被尊重。然后希望以后他的质疑声少一些。毕竟现在小哥说实话现在确实踢得也不错，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，加油。哪怕是他低谷的时候，朴萌嘛，说你啊，然后会陪你一起走过300场400场，加油。我怀疑你能踢到那么多场。你踢到几场？你快点，第二个。你给我抽个少点字儿的。你踢到400场？我踢了500多场。这边写着是200场了，想对你说的话太多，在你伤病那阵儿，在球场上看不到你很难过，我想你。好在现在回来了，然后现在回来踢的确实不错，一直关注你每场比赛，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，在往后的日子里一起努力。说的跟他跟你一起的，最后全宇宙最萌的朴成，200场快乐。知道他，你知道他是微博老留言的，是吧？我待会儿三个完了以后，我再统一让大家看看是什么。你就挑这字儿，找个细点的吗？重新挑吗？不，这样不公平。然后这是泰蒙，谁叫泰蒙？喜欢你都有5年了，你来了8年，他才喜欢你3年。虽然无法见证你的开始，但我可以见证你的未来。最后你，然后每次看到你首发真的好开心。伤病谁都会有经历，就是主要还是你的伤嘛。受伤伤完以后回来状态这么好，确实大家没想到。但是真心，就真的是很心疼。从伤病归来到替补，然后到突然的结婚这事儿别说了，然后就当爸的事，到现在的主力成名稳了，真的改变挺大的。总觉得你的调皮劲儿少了很多，每次去外地看你训练就感觉好好玩，尤其是你的。还聊到屁股小翘臀，我希望以后可以见证你的300场400场以及更多。然后你不知道我这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传达到你的身边继续努力。我喜欢可以，这确实太臭了。别了，臭了，字儿太多了。来，我先给大家看看啥呀。这是小朴的这个姓名，这位球迷，这应该你拿着给大家看看，就是谁，别把名字给挡住了，别把名字挡，名字在这里。我感觉光不看了。蓝什么呀？好吧。然后呢？这都这么大岁数，你就把这搁边上吧，你别贴上了，好意思吗？你这抽吧。然后现在怎么说呢？这三个留言的。同志们已经全都准备，到时候收到朴成这200场的服装，然后现在现场让小哥签一下。
这里嘛，反正感谢小哥今天能过来，然后作为我们现在也很帮助我，现在在商务部这一块能帮着我们一块推销我们这些延伸品，包括大家的祝福，然后希望小片儿哪儿找的，希望怎么说呢，希望小哥以后踢得越来越好，反正不止踢到300场400场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你多大岁数？21啊，那没戏了啊。